就是要让大巨蛋一定能够尽快的办演唱会，一定办，赶快办。大巨蛋有先做这个消安的一个检查。其实我一上任，对于大巨蛋就有阶段性的目标，第一年尽快让它可以完工启用，而且举办国际赛事。所以确实我们第一年让它完工举办亚锦赛，第二年我们尽全力克服过去的限制以及各项困难，能够让大巨蛋举办演唱会。我就是要让大巨蛋一定能够尽快的办演唱会，一定办，赶快办。目前预计在八月中旬，消防安全基金会就会完成相关的检查以及各项的演练，那只要审查通过，那八月完成，我想最快九月大巨蛋的场地是 ready 的。那当然我了解办演唱会一般会需要三个月左右的筹备期，但是目前我们可以确定在十月份我们在大巨蛋就会举办国庆晚会。那我自己个人其实也很希望也很期待将会可以复出，可以在大巨蛋办演唱会，因为我结婚的时候跟我太太进场是唱江蕙的 Get Out， 所以当我自己个人的心愿啦。但无论如何，我想相关的进度跟程序，目前的情况是如此。